吉芝马路是新加坡最长的道路，全长25公里，建于1845年，从南到北衔接市区及岛国北部地区。这条交通要道犹如连接新加坡心脏的主动脉。1960年代就读华侨中学的李喜龙，现在领导华中董事会，对五吉芝马路一景一物熟悉不过。那是我读书年代，那个摩根尼玛降雪是挺严重的吧？一般上它就是水可以降得很深，如果开始就从牛顿蛇哥开始降，那牛顿蛇哥那个地势比较低，水一般上上升，那过了牛顿蛇哥就。在那个现在的那个宝摩肉花之前，有些花园那边水是挺深的，有时我们在巴车上水都差不多淹到那个车里面了，相当厉害的。那时我在华中住了这样多年，华中从来没有被水淹过，因为我们地势比较高啊。五吉芝马地势低洼，与吴槽河平行，每逢滂沱大雨，河水溢出路面，汪洋一片的景观早年十分普遍。根据记录，那时每年约有12场水患，有时水深0.7米，让许多在五吉芝马上课的学子遭大水所困。那段期间就很有趣了，因为如果是以下打通了，学校会提早。早放一节到2节，那么每个就一面上课一面听广播了。只要广播一响的话啊，书包就收了。就说学校宣布今天因为交通阻塞或者是外面下雨大，学校会早放一节。基本上一降雪的话，整条路都车不能走嘛，所以那回家就很痛苦。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妈妈就是在门口就等着。好了，那小孩子到了。8点多9点还没回家，挺担心的。为了解决水患问题，政府早在1969年就着手拓宽五吉芝马水道，增加排水容量，防止淹水历史重演。除了水泄不通，五吉芝马的交通堵塞记录也曾所向无敌。Saturday and Sunday when they had racing in Singapore. The traffic condition was, I would say, pretty bad on 2 days. The jam used to go right down to Newton and further. 每逢周末，来自全岛各地的马迷蜂拥五吉芝马的盛况，对许多国人来说是一段意气风发的回忆。特别是对前业余骑师 Christopher Joseph， I actually learned horseback riding way back in 1971. I was very lucky. I was in the army at that time, and we had an armed forces saddle club. And I took it up seriously. I got my license, and I started doing amateur racing in 1973. Didn't have much success originally, you know, but after 2 years.I managed to improve, and I started getting my winners, my share of winners. 这片土地是新加坡赛马工会的旧址。长达66年的周末日子里，无数骏马飞驰而过。1933年开业时，这个赛马场只开放给马主和会员，所谓的达官显贵一族。1964年，马会放宽条例，让小市民买票入场观赛，掀起赛马活动热潮。1972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新加坡，28000人涌来赛马场一睹皇室风采。马会当时特地设立的英女王二世碑。后来成为历代骑师马主奋力争夺的宝座。Get the
to enjoy the crowd, you get to enjoy the sound and the excitement which is going on. When the horses reached the finishing line, the roar was bigger than the Kallang roar. And you could hear the roar for those three or four seconds right up to Sixth Avenue.在赛道上冲刺二十年，胜败无常。1994年的一场意外，让当时43岁的 Christopher 忍痛放弃赛场荣誉。In 1994, I had quite a fall. I wouldn't appear in the turf club doing track work. I broke my ankle in three places, and it took me a bit of time to get it moving again.I lost quite a bit of muscle mass, especially on my thighs, you see, and for racing, your thigh muscles are very important. Christopher 退赛几年后，五级之马的赛马活动竟也来到中场。1999年，40,000多位马迷参加了最后一场赛事，告别五级之马赛马场60多年的辉煌岁月。立功无数的骏马也跟着离开，迁往新家克兰芝马场，迎接新的征战。Not only leaves me with a lot of memories, it leaves a lot of people with a lot of memories. Every time you talk to an old timer who's been playing horses here, they always say, I miss that club, you know, I miss that club.五级芝马路7英里的这个地区，能够勾起许多人的回忆。它就是美世界。这边有一个美世界的大门呐、啊，美世界的大门，它放在美世界。1967年呐、啊，我的摊位就在这边呢。金色的这个屋顶在这个下面的、啊。我的摊位就过来第三间了。靠近美世界旧址的惹兰玉郎客机，也叫小玉郎。早年蒋丰安就在这里摆摊做生意。1975年，他被安置到五级芝麻菜市与熟食中心。我是在这个1950年呐、啊，在这个玉郎客机啊。上去哈、啊，有一条分路叫朵大路，我在那边的压大屋出事的。母亲是没有做工啦，那么父亲啊是驾那个王包车啦。那个时候是我哥哥，他就拿了20块钱买一辆三轮车，那么跟两个卖水的壶，那我就在那个农机器那边，卖水啦。那个时候一杯水才卖5分钱呢。那么一天呢、啊，只卖块多钱的水，那个只够吃饭而已了，很辛苦。童年日子虽然清苦，蒋丰安却还是在五级芝麻美世界找到欢愉和满足。美世界最初叫大东亚游乐场，它是在1942年日军占领时期由两名商人建立的。让日军和家属有个场所吃喝玩乐、赌博消闲。日军撤退后，福州籍地产商严国荣将大东亚游乐场改建为美世界，
为战后的五级芝麻七英里带来新气象。过年过节啊，就做戏啦，啊，潮州戏啦，啊，清唱啊，潮州唱啦，还有放炮竹啦，在龙基街的两边呢，都包括这个王包车了。那个时候一趟只是一块钱而已啦，这全部是沙里物。到巴沙1975年建好了，后面还是沙里物，万里啦、蔡厝港啦、玉朗啦，他们下来我们这边叫下坡。他们来到这边回去就说：“哦，我去美食街市场了，就等于是下坡了，煎药这样。”现在的五级芝麻路上段已找不到美食界繁杂市集的痕迹，只有老一辈依稀记得曾经有一排商铺面向大路，其中一家是老字号和顺百货公司。爸爸在这边大概是1950多年的时候开始在这边呐、啊，在小时候其实我们放假的时间呐、啊，我们就跑来店里咯。虽然是说来店里帮忙了，其实就是这边比较好玩咯。然后美食街市场它所售卖的东西都是那些布料啦、衣服啦这些时装的那些东西的。那时我们的店可以算是旧的美食街巴萨跟新的市场哦，我们刚好待在中间，所以70年代的时候，美食街市场这边可以说是黄金时代了。市集繁荣的美食街却不时发生火患。上世纪70到80年代，至少5次遭到火神光顾。我们住在美食街那边是很提心吊胆，因为那边都是那些木屋区。啊，那时我们住在店里面，有时半夜听到有那个救火车的声音一响，然后我们就赶快爬起来。那时候我们的那个损失蛮惨重啊，整间店啊几乎是烧到全部剩下灰烬了。1980年代，美食街被铲平，重新规划。原址对面兴建了美食街中心。吴伟礼跟美食街的一些小店家，在1984年搬进了耗资4500万元兴建的美食街中心。这边的环境是算不错，很好。可是，在那个租金方面跟以前那个旧的当然是差得很远。一个月的租金可以应付我们那边10多年的那个租金。吴伟礼的父亲在2003年过世后，百货店便交由他和两位兄弟打理。我们美食街这边也是因为环境的稍微有改变啊，自从有改了一些快速公路，变成把这边的那些顾客分散了，有些人就不要来，有些人嫌麻烦，所以到目前生意也是跟以前也是有很大的差别。曾经繁华热闹的美食街现在已化为平地，但在老街坊心里，那是他们永远长存的美食街。因为一个年代的变迁，人事也变迁了，东西也变迁了，社会也改进了，我们也看不到以后的变迁是怎么样。我对这一代啊的感情啊是非常的深厚，我就把这个巴萨啊当作我第二个家。
是在2000年搬来的。当我来看这里的屋子的时候，我一眼就很喜欢了。这里屋子都是大自然围绕住。五级芝麻九英里这个清幽静逸的住宅小区称为芙蓉园。一排排依山而建的房子是已故慈善家李光前在1947年盖的。当时二战刚结束，新加坡住房短缺，李光前便在市区以外兴建廉价房子。他以福建南安家乡的芙蓉为这个住宅区取名。以前建好的时候，大多数的屋子都是一层楼的，只有少数是两层楼的。这一间就是典型的保持以前的外貌的屋子。芙蓉园现在住着140户人家。2009年，韩海勇和邻居成立了芙蓉园委员会，促进睦邻友好。你家己姓了未？无啊，就给老高吃了了啊。希望我们可以帮助这里的居民们，特别是那些老年人，他们有的是居家的，一个人住的，这些老年人都需要我们的关怀。今年91岁的林亚妹是芙蓉园住得最久的老居民。我十五人都青山啊，马来梁王来弄，都经理啊，我23岁教因去，教因了有这部队吃9年啊，才搬来这头，袂歹啦，出面头尾大家真好。Dr. Ranjit和他的妹妹 Rani 则是芙蓉园的第二代居民，在这里出生成长。In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no street lights, no proper roads. It was just an unpaved road. The neighbors were all very friendly, very homely. We really didn't lock our gates, and a lot of the houses didn't even have fences. The gates were always open, so it was a very free community in that sense.兄妹俩的父亲早年从印度移民来新加坡，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曾经在1960年代为芙蓉园的居民改进污水排泄系统。We didn't have a sewage system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all bucket system. And you know, every morning there's this lorry with 32 doors that came by to clear up the old buckets and replace it with new buckets.My father was a civil engineer by training, so he came up with a simple design, and then he got his friend, who's a contractor, to do exactly made-to-measure septic tank for the house, and it worked out well. So the family. Previously, this was just a trodden, muddy path. Now they have nicely done up the pathway. They've got nice railings.芙蓉园家家户户曾经有个流动时钟，每天给他们报时。当我搬来的时候，这里的火车还在走。我记得早上差不多不到5点的时候，就有第一趟的火车跑过这个火车桥。五级芝麻七英里有个古老的火车站，建于1903年。丹绒巴格火车站在1932年建成后，五级芝麻火车站逐渐失去重要性，不再让乘客上下车。1965年之后，它变成了货运转换站，直到1990年代初。We as kids, we used to go up there. There's one portion of the railway that's exposed, so we go up there, and then the crew from the train they will wave at us.
2011年7月1号，丹绒巴格火车总站正式移往兀兰关卡，新加坡境内的火车服务宣告停止。当那个火车服务停止的时候，我们忽然间就觉得，哎，为什么现在很安静了？我们起初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每天我们都会听到这些火车的声音，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回忆。阳光雨露中，芙蓉园已静静地度过了70年。我们的居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这里的地契已经剩下26年。Hi, good morning, Catherine. 居民都很舍不得这个地方，他们很希望会在这里住到晚年。Our estate has got a lot of families with 3 generations. None of us want to leave. So I assume if we move out, we'll move out to a flat or something, so that gotong royong thing is not there. 日后的五级芝麻会怎样变化，无人能知。但它留下来的是许多不同年代的国人割舍不去的情感与回忆。